要说如今这年头啊，新爸新妈们晒孩子的萌照已经成为了一种流行，比如说穿亲子装能晒，休闲度假能晒，连去洗头都能晒，这炫耀自家萌娃的技术，究竟哪一家的奶爸奶妈最厉害呢？还是您来给评判一下吧。降温了，穿上大亮给我们买的外套去开家长会，感觉暖暖的。瞧瞧李小璐最近晒出的母女新款亲子装还不错吧，一样的大红棉衣配上辣妈的甜笑和小甜心的霸气姿势，看得咱们心里也是暖暖的。不过最暖人心的恐怕还是李小璐这句亲热的大亮吧。我说贾奶爸，老婆大人来求表扬了还不赶紧的，喜欢就好，两个小模特拍照姿势很不错。